什么是弱视？弱视有哪些临床表现呢？弱视实际上是眼科临床常见的儿童眼病，是婴幼儿时期视觉中枢发育的关键期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是单眼或者双眼视网膜有效刺激不足，引起最佳的矫正视力达不到正常儿童视力的下限。它主要表现为视力低下或者单眼双眼单视功能障碍，检测眼部没有器质性病变，但是它矫正视力是低于 0.8 的。弱视人群在人群中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发病率是 1.6% 到 3.6%， 也就是说我国的弱视患者可以达到上千万。这个弱视这个病啊，不仅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，其实它还影响了患者的就业范围，可以说重度弱视，可以说它给家庭和社会都会造成一个负担。因此弱视的防治比近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。那弱视有啥临床的表现呢？首先它是视力不良，其实刚才已经说了，它的矫正视力它跟近视不一样，近视矫正上视力是可以达到正常的，弱视戴镜以后原视力低于 0.8， 根据视力低下不同程度一般分为轻、中、重三种，一般矫正视力低于 0.1 类为重度弱视，视力在 0.2 到 0.5 类为中度弱视，视力在 0.6 到 0.8 之间类为轻度弱视。另外弱视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他有怕光的表现，尤其是在强光下常常是闭上一只弱视眼，也就是他常睁在强光下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再一个，他的表现是检测时对排列成行的视标分辨率较单个视力视标差，也医学上叫做拥挤现象，也就是说一个单个的视标他能看清，同样的这个视标排成一排的时候病人都识别不清了。再一个，弱视患者多有屈光不正，当然以远视和散光为多见，还常常伴有斜视及异常故事，它往往不是黄斑主视，也有部分病人会合并眼球震颤这些并发症。